我来了，加古文晚安。嘿嘿嘿，人生捨てたもんじゃないよね。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晚安。今天是什么日呢？今天绑辫子，太黑，看不清楚，对不对？算是什么日呢？送りたい。ルカ，不是，ミナ的强耐声叔叔晚安。低调的会员晚安。桃花哥晚安。是班子姑娘，没错。啾啾啾啾。嗨嗨，ルカ，嗨。九蛋晚安。谢谢送我玫瑰。今日一日になる。Please please please oh baby， 私を見て。八位晚安，卡丘晚安。今天热吗？今天我有开窗户，所以还可以。我现在房间是三十度，不是三十度。卡丘，谢谢送我果汁，ありがとう。阿元晚安，加速晚安，こんばんは。愛で溢れている。鸡丝羊晚安，谢谢送我萤火虫阿元。哦，林国晚安。现在很热，我房间都26度。是吗？我现在房间是30度，可是觉得还可以。娟姨晚安，很想开冷气了，我们家还没开冷气。杨雄晚安，谢谢送我撒野猫咪。焦框的晚安，谢谢送我猫铃铛。最近我好像那个箱子都。出来撒野猫咪的几率蛮高的，我几乎都看到是撒野猫咪。瑞卡好久不见啊！透明，真的好久不见。林国伟，半夜真的会热，晚上真的会热，热到我说睡不着。妹妹的房间一直30度，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妹妹的房间比较热。恭喜瑞卡终于被。观众追踪，真的吗？是不是你们帮我跟他们说？我都没发现。一开门，阿楚嗨，最近猫咪几率真的很高，对啊，不知道为什么。有，谢谢上我薰衣草。提早祝露卡生日快乐，礼拜三上课。上课没办法来是吗？跟不到啊，没关系，谢谢道明，ありがとう。一开心也送我凤梨，以后可能晚一点寄到，没关系。Thank you， 我好开心。我跟黄秘书说，怎么跟谢谢加速，你们怎么跟黄秘书联络？我都很少跟黄秘书联络，黄秘书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管这个的人其实不是黄秘书，所以我要多多感谢黄秘书。阿华晚安，方伟谢谢上我乐儿，有位刚刚看真的追踪了，有的，终于，我等了一个半月吗？一个赞呀吼，看你三呀吼，呀吼呀吼吼。晨晨晚安，阿华晚安。要不你不能是空白。这个三空八八空八八。黄秘书有账号，原来如此。さっきリリンとモデルの頃の配信でルカちゃんに奇声のお母さん担当って言ってた。バレちゃった。バレちゃった。被发现了。所以刚刚
瓦林跟豆猪猪，他要他们两个一起直播是吗？对，宁愿的被追踪，黄秘书，黄秘书，秘书黄，谢谢，我要多多感谢他。德雪晚安，黄秘书还有葛邦 ，Free Six， 啊 ，Per Six 吧，宣传的 Instagram 账号，原来如此。黄秘书说会跟你到学校是吗？礼拜一要线上，生日会开心，真的。卢卡有听过，是 Pre Six 吗？我以为是 Per Six， 是我一直搞错吗？应该是 Per Six 吧。啊，加速谢谢送我大白气球，就是喜欢音乐的哦。谢谢送我 Sing a Song， 对对对 ，Per Six， 就是喜欢音乐的。新的女团 ，persist 的哈，哦，原来 Luca 讲一个是是吗？没有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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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卢晚安，今日あんまり Luca 讲的开心，見ればごめんな。あら、残念。我今天想跟你们画画，不是不是跟你们画画，我要自己画画。所以我今天本来看起来很会画画的样子，我还以为是。prefix 的意思。谢谢送我玫瑰，谢谢送我猫铃铛。伊克尔晚安，小林晚安。终于在录卡台开宝箱玫瑰了。啊，对吼，你上次一直抽到三眼猫咪。大米，谢谢。画画好啊，五二零。ジェイコの髪型がなるへそ。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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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ジェイコちゃうわ。要戴哦，对吼，可是我没有这样的那个，这个可以吗？好像不行，我妹房间没有那个帽子，可怜。还是我最近戴的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棒球女装，不错哦。那个打扮就看起来很会画画，就是那个胖虎妹妹的发型。这团体的歌不错，画家嘛，我没有会唱。怪偷卢卡，没蛋得卢卡，柯南，就是棒球帽没错。对，可是反正这个看起来真的比较像棒球，棒球妹。对 ，blame 还是这个。阿兰晚安，这是这一队已经转。只是这一份已经转满了。哦，对对，上次好像谁说有人告诉我，乐天吗？苏一代，阿萨克拉米奈的 view。可是我后面版的没有好看，但是直播的话应该没差。被乐天买走了。我在想要画什么，我先随便画，看你们。一首，看你们猜猜。てかルカちゃんの総合貢献ランキング1位なのジオール誰か切り落としてくる。1位嫌なの？不想要第一名了。第一名很好啊。我来当你的達也。達ちゃん。みなみを甲子園に連れてって。带我去。甲子園。甲子園的中文。突然忘记啊。甲子园，带我去甲子园，他讲，没关系，正面好看就好，谢谢。确认到晚安，但第六个僵尸超喜，ひどい。いいじゃん、別にそこは誰推しでも。画成员，画成员一直都是神计划之一。我要画谁呀？还是我画一下，然后你们猜我到底画谁？从二级生开始画吧，卢卡手手准备，什么手手？应该不是你有，可以呀、啊。他就像，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可是我要看他们的那个
他要发红包是吗？真的吗？まあ誕生日の日に誰か切り落としてくれると願う。え別に願わなくてよくない？願わなくてよくない？よくない？カニさんカニさんどこ行くの？私はナマズのヒゲ刈りに。タリラリラノラタやれやれ。シシ送我红包。六六晚安，耶耶耶！谢谢谢谢道明，开心。哒哩啦哩啦诺哈哒啦铃，哒哩啦哩啦诺哈哒啦铃。刘佳，我是小红，你换名字了吗？写真句句，手手准备就是要你准备抢红包的意思哦。原来原来。感谢道明 ，Thank you， ありがと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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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那我直接看他们 IG 好了。谢谢道明，タリタリハンのこの曲何？哎，中文，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有一首叫《螃蟹螃蟹》，你要去哪里？可是不是儿歌哦，谢谢道明送我告白气球，干爹阿粉晚安。なんて曲だっけ？就是有一个剑道漫画的主题曲，ending 曲，有这种歌，对，还是我先播。なんて曲？俺は鉄兵，我是铁兵。中文的话应该是叫对，我是铁兵。啊，对，就是那首歌叫《卡尼桑卡尼桑》。祖祖说你是二期的妈妈，耶，开心。祖祖是爸爸。知らない知らないよね。没关系。我在想，我要先画谁比较好。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什么意思？你说我跟祖祖吗？没有啦，就是我是年纪比较大的，所以昭和时代かな？昭和なのかな？是，对，蛮旧的，很久，蛮旧的漫画。歩こう歩こう，啊，それはトトロ。歩こう歩こう。私は元気。那カニさん見るといつもこの曲思い浮かぶの。你是妈妈，祖祖是爸爸，没错没错。哎，有人知道我是铁兵，不就是好小子？台湾翻译成林峰。哦，原来，感觉是很旧的漫画。嗯，应该是。なんでやねん。だってカニだから。カニさんよ怖い、いさいさほいのさ、どっちへ行こうとほっといて。カニさん、あ、みよわ。好，我先画好了。原来是年纪的部分，我想说，ルカ这种我怎么会是妈妈？还是对啊，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妹妹嘛。我想一下哦。其实就算知道中文名，我也还是没听过。祖祖今天在玲玲才说你是二期的妈妈，嗯，不就是七七的角色，是吗？卢卡居然知道这么久的动漫，妈妈担当不错啊，只是年纪。对啊，这样想我肯定要多多照顾妹妹嘛。哎，不行，这里不像。等我一下哦，我放着画好了。二期妈妈担当宫田留佳，感觉很有画面。卢卡也是妹妹啊，他们比我小嘛。
老妈担当，有缺儿子吗？缺，我有一堆女儿，可是他们当，他们当你是妈妈，那汪汪不就是最皮的儿子？汪汪是儿子吗？咪咪也是妈妈哦，祖祖就是在第十年里吧？没有啦，不然他为什么是爸爸？六凯很会照顾其他人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觉得。妈妈，你进来干嘛？哎呦，阿丽呢？有缺老公吗？我都缺，看来我都缺，男性的我都缺。一宿一宿一宿，阿丽，你来呢？等我一下，一起在路开看得出来比较过美女。也不算过了，我跟他是好朋友。刚吃饱，哎 ，Happy Love， 阿丽莎其实原住民远亲担当。可以啊。等我一下啊、哦，再二十秒。哎，这个好难画哦！讲完还剩15秒，那个要干的 Q 我静かかもだ。啊，对，今天碰奖不在，怎么了？你在画什么？我在画二期生的其中一位。碰奖去哪？哎，碰奖现在不在，等我一下哦。我在画手。好啦，我觉得不要再画了。你觉得他是谁？你们觉得他是谁？看得出来吗？汪汪画的好，汪汪汪汪吧，太棒了！没错，是汪汪，是不是的汪汪？哎、欸，我发现他的发型蛮难画的。汪汪吧，你忘了画帽子？なんで手が逆なの？え、多分これミラーになってる。这因为是那个镜子的关系，所以是其实我画着，等一下哦，どっちだ？等一下，等一下，是哪片？这样吗？こうか。こういうふうにしたかった。こういうふうにしたかった。あ、確かに逆だね。え、真的耶。等一下。逆やん。いける。ミラーにしても逆だった。我换镜子还是那应该是这样。手がめっちゃ気持ち。しょうがないじゃん。你10秒で描いたんだもん。じゃあこうしよう。もう一回やり直そう。は、わあ、这是什么？香。谢谢，哦哟，开心！
快打包，我也干。没有，他画的比我好。卢卡什么都会，没有，没有，没有。シャンパンコール，え、シャンパンコールってなんだ？シャンパンコール知らない？シャンパンコール？耶！我不会シャンパンコール。なん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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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なんか宴会じゃない？日本的牛郎讲的那种，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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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是抽到什么？哎 ，Happy Love， 感谢你送我银河。查乌啊！哎，那叫我干的，那你想帮过了的？哎，第七，叮当所也送我香槟。Thank you， 抽到的，怎么抽到的？好厉害哦！是箱子吗？还是？你们都怎么抽到的啊？好厉害哦！还是丁家鼠不是抽的，好强哦！花九九九让花去参加活动哦，原来，谢谢，我没抽，直接送 ，Thank you， 诶，シャンパンコール調べよう。牛蛋鸡礼拜六的活动，原来如此，有这么好的活动。抽五次都是香槟，哎，所以香槟不是最好的吗？香槟，香槟吧。香槟 call this， 哎，对不上，耶！我现在是牛了，每次看他们念那个，都觉得好嗨。对，我也觉得。其实香槟就是等值而已，哦，原来如此，但还是很开心，第一次拿到，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为什么没有？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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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かんない。あるんですかね？定番のが。最贵的礼物是帝王针，原来那个感觉好难抽哦。嗯，我换一下。帅哥，不贵的也不少，不贵的也不少，只是可能拿到了其他等级香槟。哦，原来，我觉得香槟也很好啊，我要感谢你们。我想要流浪 level 4，哦，原来，哦，是不是？欸，汪汪，开直播的时候是不是一直都在吃饭？啊，留下晚安，礼物就是开心就好，还是把钱留到跟你们见。好，見るしてもできないのルカちゃん，什么意思？对，他都一直在吃饭。对啊，我看的时候他每次都在吃饭。上次他那个吃面，然后跟大家聊天，超好笑的。然后他妈妈常常会出现。我上次看的时候是有出现，可是我不知道最近还要升学要买，而且每次我妈都会给他戴奇怪的帽子。哦，原来最近见面很少很少很少。就先用直播礼物了，谢谢你，道明。直播后说，我妈之前煮黑，超故意的，因为她的牙齿会变黑黑的，是吗？刘凯也想要吃播吗？我曾经有做过，就是晚餐没吃的时候吃咖喱，可是我不适合直播，因为没办法跟你们聊天。吃饭是铁板，顶饭。期待下个月纸笔，好。纸笔是只有三个人拿到，是不是？上次吃过一次啊。换我要换人了，要换谁呢？可是我纸笔有订卢卡，谢谢你。前回のカレーライブ配信ですね。欸，有人记得。我也觉得那时候有爱吃，可是我吃完，我好像花了一个小时才吃一碗小小的咖喱。
因为我没办法吃饭的时候讲话，可以帮你讲吃不？好像可以哦，就是给他那个去乳肉泥，只要三个，卢卡应该只签三张吧，也可能一个人拿到三张哦。有人这么幸运吗？那个人是不是一个人拿到三张，蛮厉害的，是不是？其他人都没有给。超喜欢卢卡，谢谢叮当鼠，希望会中。卢卡什么时候再准备？好哦，好哦，我现在滑手机。今天没去上学，哦，真的、哦？今天为什么没去？吃饭就是要认真吃，没错。怪人晚安，谢谢红包。西格摩一继续刚刚是给卡卡的那个是给，对呀、啊，所以我觉得我不适合。卡美晚安。卢卡也喜欢印度的咖喱饭吗？印度的咖喱我没吃过，所以下次有希望有机会可以吃。艾斯晚安。那除非只有那个人指定哦，对啊，应该是。谢谢红包，谢谢大明我的偶像。因为感冒胃在不舒服哦，真的哦，你还好吗？谢谢红包，谢谢红包。今天碰奖很安静，对。哎，后来他的眼睛有变好，也不是变好一点，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事，所以没有带他去看医生。可是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安静。不会了，很多人指定卢卡的，希望是一点点心。十二要开开心心过生日哦，谢谢你。哎，我的直播台不知道为什么听。上次那个让公司的人来，就是二期生要直播的时候，他有来就是教课，可是他说生日前五天有什么生日，哎，对呢，什么生日周，可是我刚我的生日周好像还没开始的样子。三日本是马达一今晚有康熙的那天，大家碰讲自己开。一台直播啊，なんか15分くれるみたいやからもう15分くらい見る。え、何が？他の人の直播見てんの？なんで？你有设定生日吗？有啊，可是不能公开生日。就是他说有签约的直播，哎，直播有签约的人要什么联络？哎，跟经纪人联络才可以公开的样子。坤坤晚安。だってその子のが重要だもん。正直で。正直すぎる。好像没有设定吧？我有欸，你为什么不能设定？就是不能公开有设，就是创那个 ID 的时候有设定。誰にしようかな？为什么不能公开？我也不知道欸，要问一下经纪人。有些成员有设定生日周可以收到特别礼物，会不会是经纪人没？我不知道欸。如果我先走了，卡片那些晚点才能收。好，谢谢你。晚安。なんでだろう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四雅前面是4月24号生日，对不对？他的也有出现什么生日周吗？没关系，我们再问问就好。生日要公开大家才会知道。期待下个月考完试烧纸笔。好，麻衣ちゃんのあったけどな。ねえ、なんでだろうね。为什么我的没有？他的今天晚上应该有。四元前辈也是4月24号，三胞胎嘛，我知道，我知道。誰にしようかな？看一下，卢卡的生日我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就好了，开心。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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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あれ、ミスったか、ミスってないか。ルカ晚安、ハオイ晚安。我在画画，等我一下哦。ちょっと待って、むずいぞ。啊，对，话说我上次说什么
我上次把那个2番煎じのことを2番封じとか言った気がする。自分のね、就是看自己的直播的时候发现，哎，我这边有讲错，可是当时我都没有发现，感觉我推的好像都很会画画，是吗？我还好哎，其实。你应该最会画画吧？おうちで踊ろうの話ね。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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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で間違った？なんか、日本語ダメだなって思った。没关系啦，当下不影响直播。胸の中にあるもの、我们也没有发现，因为是那是日文，可是有些日本人，そこ訂正してあげたらコメント流せる。そう、なんで言い直すんだろうと思って、おかしいなと思ったら、自分が間違ってたっていう。なんかごめんね。好，差不多了。好难画哦。对，慢点呢。这个应该蛮好猜的。せーの、じゃーん。逆にしよう。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っちか。誰でしょう？他是谁呢？林一队。厉害厉害。他的特色就是嘴巴是这样，该怎么讲？然后眼睛虽然不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眼睛很好看。我以为还在二期，零一杀马对，Team TV 杀马尾的有谁呀、啊？我只面前辈、零一前辈，还有谁？等一下。是不是只有这样？哦，谢谢送我心之冠，谢谢团长。我也想说，二期有人刷马尾吗？没有没有。哈尼娘前啊，哈尼娘前辈嘛，哈尼娘前辈应该是啊，ツインサイ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けあれ？上の方で結んで下が降りてるやつ。这个刷马尾很有灵异前辈的感觉，对不对？雨林有时候也会染上哦，对，雨林前辈，他好像是辫子跟马尾，half twin 啊，他不能说的。画的好吧？真的吗？他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你们都知道哈。对，谢谢送我萤火虫。区别できない。さっきのと同じ顔だろ。有差啦，有差啦。就是我故意把他的那个睫毛画高一点。二月三写真，大家都绑双马尾。哦，真的耶！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卢卡也很可爱，我就最喜欢了。谢谢小林，卢卡异能值都有。都有点嘛，是吗？ありがとう。其实画成员蛮难的。今天的那集也很卡哇伊哦，卡哇伊。林一前辈有早期蛮有前辈的样子哦，王道偶像是吗？卢 卡什么都会，齐会什么都会。那你的一个谁？这样呢？我现在画我刚刚看到的东西，我现在看到的东西，どれがいいかな？ちょっと待ってね。队长也很好画啊，还是我现在画队长。诶，他们曾经不是画那个30秒画队长吗？我那时候还没加入 Team TP，可是我都有看到队长，你点个点就好了。
队长前辈，前辈有画那个发型对不对？那我画以前的发型好了。他以前的发型很像那个，很有那个高見那前辈的。欸，我应该没有超过30秒吧？虽然有没有点很重要，对呀。当当，30秒画的。哎，等一下哦，现在一样吗？队长就是，对，这里的黑字就好，好可爱，可爱吗？右下角超像的，就是这里。虽然是榻榻米呢，我要解读是吗？好啊。好像男主，有字就对了，是榻榻米那前辈的蝴蝶结。嘿嘿嘿嘿嘿嘿。ポンスケ啊，ポンスケ難しいんだよね。ポンちゃん很难画啊。嗨嗨，晚安。队长有画字就70分了，有字就60分。有个字，而且点圆圆的就很像了。啊，我画的那个图就是。我画不管画谁也都是圆圆的，格格帽，我想一下格格帽怎么画，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呀前辈，直接打格格应该会出来。卡哥，全团一定！哦，谢谢帮我分享，ありがとう。等一下哦，我有黑色的，太棒了！一下，好难弄这个。你画果果也会连圆吗？应该吧。可是我蛮喜欢连圆圆的人，因为很可爱。格格帽。随便画的啦，こっち向きで描けないかしら。あれ？不行。ルカ叔叔准备一下，哎，好啊，直接粘在头上。ルカ画的真的。真的吗？真的吗？ありがとう，谢谢红包，谁送我的？我看一下，尾鱼送的吗？谢谢红包，ありがとう，开心，谢谢 Happy 送我草莓，谢谢青苹果送我彩蛋，谢谢尾鱼老哥。一下，我画一下，虽然常常会看到，可是画不出来的东西。啊，我画的，那不就是碰奖吗？不是啦。好，我没有认真，这是刚刚20秒画的哆啦 A 梦。我再画一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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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哆啦，它是哆啦 B 梦，它是哆啦 C 梦，就是不到十，就是不到十秒，只是20秒到30秒。现在画意义不明的东西。ポンスケが難しいならおもちちゃんはどう？おもちちゃんが難吧。哆啦 A 梦，还有它特徴，不厉害。大熊哦。大熊，我原本想到他在哭的画面，可是后来我画了写一次反馈，为什么是眼泪？这是眼泪，给说大熊，那是阿嬷眼镜吗？哎，大熊的眼镜不是这么大吗？大小女性哈，等一下，好像他不是长这样。Snail 的中文是什么？很有特色，可还是看得出来哈。这小夫，小夫，这是十秒钟画的小夫。哎，今天的灯好像比较暗一点。静香哦。静香的，等一下，静香，我先想一下她的那个头发。哎，等一下，卢卡，你是不是讨厌我？静香是长这样吗？我想一下哦，好像不是，我忘记她的发型。金夏的眼睛大的啊，对哦，等一下，怎么越来越不像？赶快 Google 一下，金夏就是你现在的反，哎，他是绑辫子吗？我怎么记得他是那个马尾？好难哦，我金夏重画一次。難しい，有点像，有一点点，旁边画个浴缸就没错哦。キャーのび太さん，キャーのび太さん，西日が眩しいわ。確かに全然似合う啊，他的发型是那个往下。我喜欢哆啦 A 梦，而且是卢卡模仿的。僕ドラえもん，僕ドラえもん。是除了在浴室的几乎都是绑辫子哦，对对对对对。草莓酱文，静香不是住在浴室吗？静香，我看一下哦。谢谢送我撒野猫咪。哦，原来是这样。比刚刚好了吼，虽然还是没有很厉害。刚刚是模仿哆啦 B 梦还是 C 梦 ？B 梦好了。这个就有像一有一点点像哈。キャーのび太さん。插个胖虎，胖虎。
我是胖虎，小夫，小夫，我忘记怎么画，所以我随便，随便画的。你想要、哦？我是胖虎，我是孩子王。加油！为何只要我查查贷款？什么是查查贷款？艺人，哦哦，小夫哦，小夫，哈特利也是长这样哦，对对对，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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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等一下，他的眉毛好难画，他的眉毛是粗的。卢卡有看过什么？布鲁斯威利，啊，夏洛特跟布鲁斯，啊，应该没看过。画一下迪基斯基。等我一下哦。这样不像诶，怎么办？哦，我还是画这个。我第一次用白板，诶，我好想用白板画。孟子只会说：“基因，我最讨厌你了。”哦，对哈，对哈，孟子。还有什么那个绿色的那个忍者？养猫的那个人子，可是我忘记他名字啊！のりまき，圣子，哎，圣子吗？不是圣子，等一下，啊，对，烟纸，のりまき，应该是烟纸，胖虎，仙人掌叫什么名字嘞？仙人掌是什么？傻不呆？有像哈？哦嘞，我这样嘎起大一笑，这个胖虎太好了吧？这个是小时候的胖虎，感觉好和善。还有那个电影的时候的胖虎。电影版胖虎的个性跟平常动漫的漫画的胖虎的个性不一样。我还缺谁呀？阿班加维古怀多布罗兹哥啊，好像是哎。如果要改编《孩子王》变成你的主题曲吗？我是刘家，我是孩子王。Luca 有听过胖虎唱《恋爱循环》吗？没有哎、欸。电影版胖虎会变很可靠，对啊，他那么大只，很有力量。没错，电影版胖虎不是平常的胖虎。さっき謎のラグ。嗯？なんかダメ。哎呦喂呀！然后电影版永远都排挤的できすぎ，对啊。有他的话，大雄没有出场。哎，大雄没办法，那个表现好，全倒了的感觉，可怜的デキスギ。哎呀，デキスギ君，想画一下，静香。ドラ？忘记了。安定那些，要处理一下脚的伤口。等一下哦，好，你受伤了。小叮咛要画看看吗？什么是小叮咛？小夫的嘴，
是不是比他弟弟还惨？我忘记小凤，我是真的没有看，就是。我的印象中就是小夫就是这里刺刺的，然后嘴巴也是刺刺的，是那样。为什么我觉得很像抖 S？ 小夫，我真的像小夫就这样吧，我也没有很喜欢他。小弟弟是哆啦 A 梦的妹啊，哆啦咪ちゃんか。哆啦咪ちゃん有 space 可以换吗？哆啦 A 梦，哆啦 A 梦，ほんわかぱぱ，ほんわかぱぱ，哆啦 A 梦。你可是没有地方可以画，那我画这里好了，小小。小布应该是很想被擦掉，小布不用擦，小布就是这样。好吧，就这样吧，画的超小。这是随便画的哆啦 A 梦，人平均晚安，谢谢送我1元棒。人类如果是猴子演变，小夫应该是河豚或是鸟类，哈哈。也蛮像，对啊。没有字，应该看得出来我在画什么吧？我先擦擦看字。对啊，如果只看小夫的话，完全看除了小夫。如果看仙剑明明就超厉害，是吗？小夫根本不懂字，怕我什么有点可爱，我画的太可爱了，没有字，大致上还是看得出来，除了小夫。小夫有点辛普森的感觉，如果会画野原新之助吗？啊，那我现在画那个小新。我先不看小，不看好了。他是耳朵很大，然后眉毛超粗。他小新的眼睛我记得好奇怪，好像是很像白内障，外面是黑色，里面是白色。但是画小白一定也很可爱。等一下，我忘记他的嘴巴。真的是白内障。欸，小新有嘴巴吗？哦，有，可是，等我一下，我现在还不能画他。小心，小心！只要画屁股就60趴啊！对吼，对吼，我忘记了。对，就是屁股，然后他画他的裤子就是小心。Stand by me， 我没看过，好像吗？可是我忘记他其实是长怎么样。小心有点猛，是吗？对啊，这才是真正的小心。キツダキセイジン，你耳朵要画大一点。他常常被妈妈捏，哦，对哈、哦。
小星星呢，就是要这样。哦，他眼睛也要画大一点才对。哦，那个挥手就是，哈哈哈哈，动感超人。有变好像，有变像一点。小葵也没有，小葵我忘记长怎么样了。我先随便画画看。我记得小葵的发型好奇怪。好像有点不一样哦，ちょっと違うかもしれん。ひまわりどんな感じだっけな？小葵我忘了。啊，这里要，好像是这边要大一点，对，怪怪的，很像其他。其他那个角色，我再画一次。想看小白，小白哟，小白哟。小白是长怎样？小白，小白。我有点忘了，是这样吗？还是他的这里不用这样？小孩像棉花糖，可爱吗？找一下小白好了，哎，我看一下哦，哦，脸型不一样而已，那是小新已经三天没回他是，小白超可怜的。好难，好吧，还是没有那么像。来个肥嘟嘟，在吗？好，这个我要看了。助けて、ブリブリザイモン。不会，这个可爱，真的吗？太棒了。那我猜一下，前面的，ブリブリザイモン，越来越像了，可能习惯画画。不是不是，他的肥嘟嘟在萌的鼻孔有点大，
嘟嘟在吗？都想拿去当头贴，不用了，好丢脸哦。会画画，会肢体的卢卡，这个最像，对不对？哎，肥嘟嘟瑞摩是不是？好像是小新，就是平常画画的时候诞生了，对不对？我蛮喜欢《Bilibili 在萌》的那个电影，什么梅芽啊、关智啊，就是小新他们全部都让变成《Bilibili 在萌》。哎，可是我忘记那个主角是不是《Bilibili 在萌》，忘记了。肥嘟嘟左尾门，这应该是今天画的里面最像的。大家印 T 恤的话，我还是要选小木，不要。光智的声优，哦，对对，他好像过世的样子，超难过的。光智，不离不离在梦。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投票投给嘴巴比较长的。好，票投给。不离不离在梦，台湾叫肥嘟嘟，这个画最像，对不对？我也觉得有点可爱。其他的其实可以查，就留这个。不离不离在梦，不离不离在梦，不离不离在梦。哎，现在是相反了，感觉可以印在 T， 不用啦。T 恤上，我想要，我认真画的，小白很可爱呀，对不对？小白也很可爱。好，那我要换别的喽。我在想我要画什么呢？我要画什么呢？要来设计 T 恤吗？我不知道哎。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是明年吧。T 恤当然是小夫，其他的太像有白熊。原来如此，自己还没做自己的圣诞 T， 对对，我还没。也听说他们都是很早就已经做好的样子。我的话应该是明年吧，希望是明年。随便画都这样，这样的 Luca 认真画的，还好。我画画其实没成员里面的话，其实不算很厉害的。不知道为什么 Team TP 的成员蛮多人会画画。那大三公妈妈会不会哈特利的帽子拿下来就是小夫？现在就可以想了，对哦，对也对。那我还是不要小夫了。Hello。一起三大都是去年十一月开始设计的，你们年底加入所以来不及哦。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啊？阿板讲了一个没有，阿潘很厉害，还有麻油前辈也厉害，然后雨晴前辈超强的，雨晴前辈还会那个设计，哎，我记得肉肉前辈也很会画画，我在现场啊。哦，原来如此，看谁偶像。哦，谢谢送的三眼猫咪，大家开始练习画画，就像还没 talk 的哦，画的越奇葩越有商品化的价值，原来比粉丝厉害就很棒了，你猜一下好了，对，你的这个你，我很喜欢还没 talk 里面的，就是不太会跳舞的那个艺人，一起跳舞的那个，七七前辈真的很厉害，超强的。如果可以出 LINE 贴图，那你搞搞搞呢？哒哒哒哒哒。啊！谢谢送我心智罐。是可以跟公司讨论看看，出一组你们自己设计的贴图。
好像不错耶。Hello Kitty， 话说如果会不会喊哭？哭吗？欸，我上次直播的时候有跟大家一起练。Tiger Fire， Cyber Diver， 是吗？等一下 ，Tiger Fire， 我直接第一次的是那个，马特娜说的那个，因为我在想啊，有 Kitty 布丁狗应该是 SFD， 你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老虎吗 ？Fir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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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 不是 Tiger 啦 ，Tiger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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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ger， 加加，那可要不要画一下自己最爱的大耳狗？好像还不错，好像不错。大耳狗其实耳朵很好难画，看一下，噔噔，我最爱的。Tiger Fire Cyber， Cyber Fiber Cyber Fiber， 可以啊，一直喊老虎喊到结束，好像不错。大耳狗好难。西纳蒙，我一开始都乱喊，反正其他人声音会盖过去。哦，原来如此。泰哥，泰哥，泰哥，驾驾。还有什么？啊，对，我上次说觉得最近觉得可爱，三 D 要系列。Keropi， 馒头，哦对，有他的那个馒头，我好很想吃看看，好想吃看看。其实有其他的 cos 喊Tora，Tora，Tora，He， 或 Tora，He 什么，阿玛什么什么，我不会的。三六呢 ？Luca 可以去投三六，我有投啊。我都投布丁狗跟那个大耳狗。先去抓布丁狗生诞日。突然金座谁新的阿玛。这样感觉好难念了什么。对，最后什么五个字我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念。对，其实三 D O 的 三 D O 的那个角色都蛮好画的啦，迪士尼就好难，我好像打反后面两个哦。等一下还有谁？皮卡丘哦，先按嘛再震动，原来如此。皮卡丘哦，皮卡丘好难呢。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的话，可能其他成员画的比较好看。等一下哦，一下。平衡前辈就平衡前辈更难的啦。我的头贴好，卢卡你好啊，赵凯晚安，可以看我的头贴。真的皮卡丘。我画的好像太小了。
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真的吗？可爱吗？皮卡皮卡，皮卡丘，皮卡丘。那神奇宝贝怎么那么难画？皮卡丘还好，皮卡丘还好。其他的话我可能就是要看的才可以哈。可爱吗？谢谢，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ポケダリ百变怪哦，百变怪，百变怪，对哈，那应该是最简单的。ポケダリモンスダリオトダリ。哎呀，卢卡口红颜色好好看，真的吗？谢谢，没等我一直帮看的，对呀、啊。虽然我有点忘了，但应该是这样。一步也難しい。一步哦，一步好像有点难嘞。卢卡衣服好好看 ，Thank you。谢谢，对，眼睛两个哈，嘴巴这样，啊，马莲晚上好，我想一下还有哪个比较好画，好的好的，衣服也描いてみよう，トゲビ比较容易，トゲビ哦，我忘记トゲビ。等一下，我上面的三角形可能画的太小了，所以没有空间可以画脸。Doggy Bee, Jackie Bree, Jackie Bree， 百变怪系列可能比较好画。百变怪系列，哦，对对对，我要那只，我要那只破。波可比好可爱，谢谢。Chicky Bree， 你刚是灵魂画家？没有没有，你那么厉害。啊，我突然想到一个，あの呼び声なんか違う。这个的中文叫什么？他会吃很多食物的呢。Tiger, Fire, Saber, Fiber, Diver, Diver, Jump, Jump。啊，这个是卡比，卡比，卡比兽，卡比，好像哦。我要画他的嘴巴大一点。今天可能是拿白板的关系，我的脸好黑哦。トラヒ人造繊維アマシンド，这个怎么念的？为什么后面有屁桃？我妹妹的娃娃屁桃。瑞婷好像很喜欢这个啊，对对，瑞婷前辈，我上次有看到她戴那个卡比的那个发圈。是卡比，不是卡比兽，我知道了，可是觉得好像。
亲自卡比耶！如果卡比吸收碰奖会变成怎么样呢？应该会变很吵而已。卡比兽是 Pokemon 的，我知道，我知道，卡比兽是很爱睡觉的，那是，然后肚子超大。嗯哼，这只卡比好，对呀、啊，我没有粉红色嘛。噔噔噔，会变成无法无天。好きなふなっしー、ふなっしーか、ふなっしー。我有点忘记了，可以画，那是什么鸟啊？哎，什么？主播晚上好，班长晚上好。哎，弗纳西有点忘了怎么办？河川飛び除去。原来是那样念的。等一下，弗纳西。好像没有画得很好，好きなのに絵が描けない。对呀、啊，我也不会画米奇，画七龙珠、ドラゴンボール。誰？我不是，我没有看过七龙珠。卢卡今天感觉好像一个卡通人物，真的吗？哪个卡通人物啊？哎呀呀呀呀！陈立金，对对对对，虽然我很爱他，可是我。我不记得，我忘记他长怎样了。但我记得他的眼睛应该没有那么近，再开一点点。Kenjiro 是谁 ？Kenjiro， 可是你更爱大耳狗，对呀、啊。大耳狗很可爱。一小。马金布，为什么你们都很喜欢七龙珠吗？弗纳西可以画派大星，派大星是什么？海绵宝宝的吗？哒哒哒哒，派大星。卢卡ちゃんは人だスポーツ好きらしい。哎，我常常这样吗？我不知道，海绵宝宝的角色，哦，那应该知道了。我可是这个要猜一下，没有啦，我比较喜欢卢卡，谢谢，开心。好难呢。海绵宝宝的朋友，那我应该知道是谁。我画的快一点好了。嗯，等一下哦。哒哒哒哒哒哒。嘿嘿，私ドラえもん好き、でも今ルカちゃん好き。ありがとう。谢谢 Ben 帮我分享，厉害吗？
我刚刚有查啦，所以不是一边想一边画的。热卡过敏吗？滚那边红红的，真的吗？哪里？这里吗？那我应该刚刚就是一直这样，然后应该是过敏。所以把 Q 把 Jun 的 pose 的放你只 Q してないよね？哎，真的耶？那我帮你。喵喵喵，好像，谢谢。热卡是不是被蚊子叮？不是蚊子，应该是自己呀、啊。我常常会这样，你们不用担心。或是头发刚刚一直刺到。我过敏，常常会这样。哒哒哒。海绵宝宝还有谁呀、啊？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章鱼哥，蟹老板。哦，对对对，章鱼哥，我跟他。吃一样的乐器，蟹老板看起来很好吃，真的。上次好像也是过敏，对我都是这里变红红。我可以帮你抓，金太先生。海绵宝宝也其实蛮难画的，海绵宝宝，哒哒哒哩，哒哒哒哩。好难哦！方方黄黄真数字路，さっきは九連発。哎，ルカ知道宝可梦？知道啊，我刚刚有画那个他们。该是这样。哎呀，谢谢班长分享。海绵宝宝，海绵宝宝。等一下，快快结束了，快结束了。3、2、1，好，噔噔，一样的 pose。SpongeBob，SpongeBob， 画一下画画。厉害吗？谢谢。SpongeBo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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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可爱的，对吧？SpongeBob 的宝宝，等一下，SpongeBob。不是，卢卡，我们一起去抓水母，可爱，只是后面的卢卡更可爱。谢谢，卢卡觉得自己有像哪个卡通人物？卡通人物哦，我没想过哎。你们觉得我像谁呀？随便画，SpongeBob。等一下，不行，相反了吗？这没有，这有相反吗？应该没有。
板一板笔画的其实什么笔画工会的哦，要画画看我送马神吗？两只看齐哦，多好呢！我送马神，我送马神应该比较简单，画的太像了，谢谢。现在是正的，那就好。你 run 嘛？哦，辫子姑娘。可是我不太会那个，不太会吵架。露卡以前常常画画吗？以前的，最近比较少。嘿嘿嘿，还可以吼。不，这张画100元收了。耶、yeah, ，可以卖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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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画的卡片要更努力一点。没有，你画的其实比我厉害。白板都不止100了。我上面只能直接用那些勾。对呀、啊，我上面只，这是伊亚米的那个 pose。谢。やっぱり同じ。当当当当。啊，加入卡签名500收。那我签名好了，等一下。啊，没有空间。哒哟哒哟，送那么哒哟，哒哟哒哟，送那么哒哟。一颗心金の不思議の塊。おさまつの運動でよ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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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好像第一次公开自己的那个签名，加入卡签名500首，阿里巴伊亚米，对对对对对，我是600，哎，拍卖了，一个白板瞬间变黄的过程，没错，好白哟、哦，好好黑哟、哦，白黑，签名是什么图案？就是卢卡，然后还画了，还写了米亚塔卢卡，然后。さっきあれはだよ。でででで。だよー。だよー。ほ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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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いほ。チュッ。イェイ。卖600。还有好长的。でででで、睫毛。这个签名版不一样。ドラえもんの妹ドラミちゃんに似てる。ドラミちゃん。もう嫌もう嫌我不会他的声音很偶像的感觉是吗やった太棒了、欸、其他成员的那个那个签名都好好看だよは意味不明的感觉真的欸我有看过おそ松さんの就是新版的おそ松さんの二期我好像没有看完，一期我都有看。现在抽到600是吗？我抽700，哎、欸，不错不错，越来越变高了。哒哟哒哟，送那么哒哟，哒哟哒哟，送那么哒哟，よく見る地球。我不跟大家讲，我要小夫的那个。小夫啊，对不起他了。ルカちゃんメロンパン好きですか？ね、メロンパンの中文叫什么？菠萝面包还是哈密瓜面包？买白板送刚刚用过的笔吗？可以啊。哔哔，ルカ会画自己吗？画自己哦，可以画，可是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有没有像。トトコはアイドルらしい。对啊。家里开什么？家里开卖鱼的。哈密瓜，菠萝面包，菠萝面包。好，那就菠萝面包。我喜欢菠萝面包。几个钟？还行，没关系，你画画看。我画自己啊，还是我下次画？
对对对，雨屋，我下次画好了，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哼哼。我要念一下今天的贡献盘，稍等一下呢，那就后天哦，对吼，后天是我生日，生日画自己好像有点怪怪，但还是可以画画。好啊，下次那就期待礼拜三了 ，OK。一小，稍等一下呢。要念蜜瓜包，把台湾的菠萝跟日本的没弄胖，有一点不一样哦。对对对对对，有一点不一样，好像台湾的菠萝面包就是上面很像饼干，日本的就上面就是外面是砂糖。如果会准备小蛋糕庆生吗？自己准备自己的小蛋糕吗？好像不错哦。啊，只要瑞卡生日还没过，都能说瑞卡生日快乐，没错。现在也可以说，谁把 Q 放给我呢？珍惜，許さいって言ってない，真的。我下次可以播音乐，然后一边画画，不然太安静了。平常播音乐的我都拿来看那个图案。你想。礼拜六还有线上生日会呢，没错，有点期待，可是我不知道要玩什么游戏。好的，那我要念排行咯。今天第十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第九名是 Ben， 阿里嘎多。第八名邦维，谢谢。第七名甲骨文，阿里嘎多。那就先说卢卡生日快乐，好。Thank you， 感觉入口玩游戏不会输，不一定哦。什么中文，就是用头脑的游戏的话，可能就啊，乌托拉曼桑晚安，我要关，我快要关播。好，今天的第六名是爱吃荞麦面的勋，谢谢。今天的第五名是甲骨、啊、不是，对不起，看错，陈加速，谢谢加速。再考一次智力大考验吗？不要。哎，那个结果出来了吗？应该还没吧。觉得好，感觉已经过了很久。有的赛点来就该讲就等到那个了。对，今天蛮安静的。还没出来哦。那。你们期待一下。好，今天的第四名是道明。诶，道明现在还没来啊，不是刚刚离开了，谢谢道明。今天第三名 Happy Love， 谢谢，ありがとう。今天的第二名林国，谢谢林国。谢谢卢卡，下礼拜三见。今天知道卢卡怎么会画画，超厉害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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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较厉害啦。好，今天的第一名叮当鼠 ，Thank you， ありがとう。礼拜三见，好的，礼拜三见。那坤坤厉害的卢卡拜拜，下次见。好，那就最后跟。海绵宝宝一起见 ，Ponsky 我可见来几多？我下次试试看啦，我下次试试看画碰奖。好，今天辛苦了，老一岁的那天见。好的，大家晚安，祝你好梦，礼拜三见，好，拜拜，辛苦了，谢谢。